如果最漂亮的是什么？像是工具人，这是工具人，对，有品味的工具人。他不知道我大绝招啊！我念三字经啊，哥，我不会生气的。OK。欢迎收看闹边出任务，我是廖廖，我是 DGI。 那还没订阅酷毙闹大学，现在给你三秒钟哦，三二一。那闹边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今天任务烂好人测试。那我们今天准备了十道题目，要来看大学生你是不是那一个不懂得拒绝的烂好人呢？那我们来看看游戏规则，只要你符合我们题目中的四题，就是我们题目的潜在烂好人；五题呢就是轻度，六题中度，七题以上你就是重度烂好人啦。DJ， 我想先来问你一下，你一脸就好好先生的样子，大家都说你脾气好了。这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那你不太拒绝别人的请求吗？还好哎、欸。又还好。那你常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吗？还行哎、欸。还行，还好，还行。先生，你有点难仿、喔。没有没有、欸，我都回答你，怎么难仿？人家要的是肯定或否定的答案。啊，不要问我，我们去问大学生吧。那我们赶快出发 ，Go！我的名字叫 DGI。为什么要叫 DGI？ 因为我是读营养的。哦。大家会说你脾气好吗？不会，我应该全校脾气第一好，脾气超级好。就例如说人家弄我啊，别人都会生气，可是我都不会生气、啊，我会讲三字经。别人说进门在，我不叫进来，先叫知道会议。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不太拒绝别人的请求。不会啊，有求必应啊。哎呀，这女生说，要不要来我家看猫？她的猫会后空翻。啊，就觉得她应该是骗人的了，不可能猫会是后空翻，我就没有去，哎、就没有去。可是是女生约你去，她应该是对你有意思吧？只是我想说，猫应该不会后空翻哦、啊。她不喜欢骗人的女生了，我觉得她有点骗人的成分。要看人，但通常如果是很漂亮的妹子，我就不会拒绝。会不会常常设身处地？设身处地就有点难，都不会。会不会同意吃亏就是占便宜这句话？我妈也都一直跟我讲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可是你就是不同意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同意。跟朋友吵架，我会想说啊，算了，没有关系。你算吃亏，但你其实占便宜，你没有损失掉友情。算了，吃亏。这个话没有什么道理啊，吃亏赶快念三字经对吧？别人犯错会容易忘记或原谅。我会原谅，但是不会忘记。他还跟我道歉，我就会一秒软掉。我觉得会，毕竟过去就过去了。去了我是比较容易忘记的，用爱包容身边的每一位。啊，常常讲爱与包容。那同学会不会常常找你帮忙点？互相的，我比较少去上课，我也很想帮他点名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到。互相有策略的联盟。感性大于理性吗？偏理性，偏感性，心太软。同学们有时候要我帮他抄作业啊、做报告，他们都不做，你知道吗？都我在做。题目的加分报告你不说要做，啊，到最后也没做是谁？会不会不喜欢当黑脸？我不喜欢当黑脸，但我以为我是黑脸，因为我敢说啊。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当黑脸，我喜欢当小白脸，就被人家养。团体里会不会常听别人的意见？比较多，我会给。应该算吧，因为我通常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，做一个报告，那我就听他的意见，再听他的意见，然后把所有人的意见弄起来，就是报告就是报告了。对，那你会看重别人对你的评价吗？觉得我不会，没办法管到别人的嘴巴，不管他怎么讲，你还是做自己啊。他说不去看猫就是不去看猫，也许可能真的会啊。你知道我去他家说要看 Netflix， 那么贵，他不可能有订啊。我记得他就不是那种有钱的，我觉得他不会订 Netflix 哦。对啊，太在意，没有脑袋的去评价而评。有没有别人说过你是烂好人？他有，人家有时候想激怒我，你知道吗？故意骂我。他不知道我大绝招啊！我念三字经啊，哥，我不会生气的。OK， 他怎么骂你？我的报告都是别人做的嘛，他就骂我啊，你说你懒猪啊什么？对呀，你不是说你都帮别人做报告吗？哦哦，偶尔嘛，对不对？错错错，不要剪掉，剪掉，先不要。所以你觉得自己是烂好人吗？因为我不是啊。我不是烂好人，我有批判能力，我会思考。我不是烂好人。你有没有遇过烂好人的经验？国中有一个女生，她帮忙什么她都会帮忙。我国中的时候很常上课睡觉，都没有抄到笔记，她就会主动问我说需不需要她帮我抄笔记，因为我半睡半醒，我就也没听清楚，我就好，可以可以。那整个学期我在睡觉的时候，她都会把我课本拿去抄笔记。我后来有点过意不去，之后就跟她讲说可以不用帮我抄笔记啦，她就很难过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会很为他操心，但是他好像过得还蛮开心的，是吧？大家也都还蛮喜欢他。哦，大家都说你脾气好吗？有，不错，好吧，还好吧。你不太会拒绝别人的请求，就像刚刚不太会拒绝接受的接法。同学，那你是不能拒绝别人的请求，还是不能拒绝漂亮女生的请求？
都不太能拒绝。不会，不会吧？毕竟拒绝，人家就别人就不喜欢你了。人情压力，常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吗？是吧？我是有什么就讲什么，所以就还好。你同意吃亏就是占便宜这句话不同意？没有想过这个。同意吧。如果你吃一点亏，然后别人觉得你很好，那你之后就比较好说话。别人犯错很容易原谅或遗忘，对。我不容易吧？我还蛮会记仇，心里会记仇，表面上会说 OK OK， 没事，对 OK OK 好。同学会不会常常找你帮忙点名或者占座位？有，那就蛮好。那你会吗？我也会帮人点名啦，但是比较少一点。不会，那你会找别人帮你占座位吗？很少，没朋友，没朋友。那你会感性大于理性吗？会。最近说到什么古典乐？你要是看少年漫画，看少年漫画容易掉泪。你不喜欢当黑脸吗？不会，如果剧情可以注意一下，其他就我不喜欢当黑脸。会得罪人。在团体里面，你比较常听别人的意见吗？意见看不出来，他就是一脸很可爱，就是我都好，没事。对，别人的意见都不错。别人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。你是懒得想还是别人都说我就大家就觉得你很棒。看中别人对你的评价吗？稍微吧，会。你还超级在意。那你们有没有曾被说过你是烂好人？有哈，之前有在期末考读不完的时候，别人请我帮忙帮他录影片，然后我可能就要期末考，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，自己很生气，然后摔东西，然后摔完之后就还是赶快做，还是赶快做。而且我跟他说，就是我真的很闲哦。我的天哪，我可以加你赖吗？为什么？就是被别人需要的感觉，会让你觉得哦，其实你是有一定的价值在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在利用？至少还有利用的地方。我只是想说，大家都需要帮忙，大家可以都爱护我一点。你做七题耶，让你澄清一下。那你要一起啊？对吧？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我对要好朋友，我就会随他们去。熟跟不熟的定义界限在于常常见面，见面就可以了。大家都说你脾气好吗？没有，还不错吧？对哦。还不错吧？先好吧。他拒绝好还行吧？我自认好好先生。你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的请求吗？我不太会，我不拒绝。比较难，不会拒绝。他是打从心里不相信，我不太会拒绝。原则不会啊，原则不会。我有空都是。你常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吗？我有，他没有。他对吗？他不是讲了，放弃他，有错吧？会啊，有吧？有，不太会，还是要自己开心的地方。那你同意吃亏就是占便宜吗？不同意。我占便宜。吃亏就是吃亏啊，也没有一定要不能吃亏。这不在了，就是占家便宜的边赚好的位置。我同意耶，就是有点像积阴德的概念啊。我学了，我现在就吃点亏也会赚回来。别人犯错很容易原谅或遗忘吗？我很记仇，我很容易。我是当下直接跟他说，就只有做忘记。不要踩到我的地雷，你就会原谅。原来你地雷知道，不一定遗忘，就是很容易原谅。有点就忘了吧，会记很久。我几乎都会忘记。体谅对方嘛，因为那个人生都很难啊。那同学常常找你帮忙点名或占位置吗？我本人不常到，过分了。什么时候找同学帮你点名？他就是找我，不会、啊，因为没有帮别人占过位置。你还都，我都常翘课，对，只有他会乖乖上课。对，不要帮他。我也觉得。那你们会感性大于理性吗？会，我会。我是觉得感性比较理性。感性吧，还是理性吧？理性吧，绝对是理性。不喜欢当黑脸吗？嗯，不喜欢。再说，我蛮不喜欢当黑脸的，还好，可以凶人或者骂人。你那是心理变态。没有，个性上就不适合。不会啊，没有不喜欢。群组里面就有不做事，通常如果没有人讲，我就会直接讲。他长得就蛮黑脸。你说他黑还是？都。穿越衣，绰号是哪个？IG， 我是陈宇翔。IG， 在团体里面，你比较常听别人的意见吗？没有，我还蛮常听的。蛮常听别人，差不多。中间有意见还是会讲出来。对。自己也会讲。看重别人对你们的评价吗？还蛮看重，蛮在意。我还好。还蛮看重。我觉得我多少都会。假如说有一天发一个 IG 黑我，我有时候也会介意这样。你还好，自己开心蛮重要。你们觉得自己是烂好人？如果对漂亮的东西，像是工具人，这是对，有品味的工具人。你被说你是烂好人，你会不会在心里？
不知道，因为烂好人就是虽然你很烂，但你是个好，是一个矛盾的心情。没有很烂啊，所以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觉得烂好人也没有很不好啊，因为起码你可以付出啊。从小我们都被这样教导啊，就要求说你要跟长辈打招呼。我妈就跟我说，那个长辈理不理你是一回事，但你有打招呼才是最重要。所以我想说，我说烂了。什么话想对把你当成烂好人的人说吗？有时候我脸色不好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拒绝的时候，所以就不要逼我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问了这么多同学，我们发现他们几个共通点，他们其实就是怕得罪身边的人，以及想要让身边的人多喜欢自己一点。所以如果你不想当烂好人啊，适当的拒绝，不要一直被人家欺负了。那如果你身边有这种烂好人，请记得多多爱护他、保护他啦，关怀他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有其他的想法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那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廖廖的 YouTube， 还有下档节目想先看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请定位，酷比男大学，请定位，酷比男大学，请定位。3、2、1，请定位，酷比男大学。Again? No, it's fine. Yeah, it's fine. 欢迎收看寒假特辑歪理狡辩赛，正反对有理，不服你来辩。长得好看的他常常很多免费的工具人在等着他，去帮长得好看的人买东西确实也蛮快乐的。对对对，觉得不支持啊，而且长得帅长得美又不一定会有钱。我也不支持啊。是因为你会被收爆吗？对啊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们可能做其他事情也比较容易的话，到底要被课税吗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被说服吗？我被说服了、啊。K.O.